介绍廉政英雄没有介绍我，那对啊。欢迎姚元浩。他们场面真场面，差点讲成炒面。我们的午餐跟晚餐也都是吃便当，没有了，场面，他们的场面真的很大，感觉上我去看就感觉是在拍电影的这个，哎呦，非常的精彩，精彩可期啊！真的，其实我们这一次呢，真的是用电影的手法在拍摄这电视剧，真的，我相信一定会呈现的不一样的画面，让所有电视机观众朋友，只要你喜欢《新兵日记》，我接下来的《廉政英雄》，保证你一定会喜欢，好期待哦！也是我们明视重点的大戏，真的，哎，这个故事的题材应该是台湾没有人拍过的吧？哎呦，没有，因为其实。台湾的廉政公署呢是刚刚成立不久，是，所以我们呢为了帮廉政公署加油打气，是，然后其实呢民视电视台也选择了这个题材来拍摄廉政英雄，哎呦厉害喽，把一些警务人员的辛苦拍出来，跟台湾一些呢真实的案例让大家了解，哎漂亮，今天是要考演技，对，我们的演技都是一流的啊，而且呢对方在演什么绝对逃不过我们的法眼，哎呦，马上就来进行我们的，等一下啊，重点没讲什么奖励，奖励啊，真的，在进行我们演技之前呢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奖励，蛋糕奖励，谁可以在夏季的尾巴一尝酸甜恋曲的好滋味呢，蓬松柔软的香草蛋糕及大口咬一下的芒果泥，让初秋残暑一扫而空，加上色彩缤纷的纵横水果，层次分明，交织出浓郁又清新的风味哦，吃到超辣的辣椒，今天这个吃辣椒一半呢，也有一个特别的含义，就是代表了新兵日记呢即将结束，哎呦，要换上我们廉政英雄，哎呦，半交接的感觉，好了，爱神代表，我好怕，一半吃一半，吃一半再吃，你也不要扩张，这你不要怕。吃，他不怕吃辣椒。哎，我知道。你要吃到啦，你要吃这根的中间的啦。卫生啊！哎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节目尺度这么大。好辣哦！哎呦，这么辣，真的好辣哦！好，是的，马上进入情境剧。道远是一个蔬果店的老板。来买辣椒。哎，老板，我要买辣椒。哇，你怎么那么高？你是姚明哦。我是姚明的弟弟，姚元浩。好厉害！你要买辣椒啊？对，我买辣椒。超辣哦！来，好辣，谢谢。来，我来买辣椒啊。老板，等一下，我想要买两根小辣椒，好了。超小又超辣的辣椒，超小的。你怎么那么麻烦？还要笑？来，小辣椒，两只。小辣椒。老板，等一下。可是我把大辣椒还你，你是不是应该退我钱？好像对哦。我拿小辣椒也没有买大辣椒啊。啊，对哦。他拿小辣椒，我又给他10块。啊！我又拿了一只辣椒，我又被骗了啊！是的，林道远到底有没有吃到超辣的辣椒呢？阳光型男姚元浩一如往常的来到了海边，准备要冲浪，天气非常的炎热。听说生吃辣椒可以解热，
的元昊觉得自己很帅，于是进入了吃辣椒的情境之中，进行着吃辣椒连鞭的连拍。第一拍，辣椒。拨到第三拍，第四拍，怎么都一样啊？第五拍，好烂啊！喂，杨元昊到底有没有吃到超辣的辣椒呢？楚萍姐是蔬果店老板的女儿，那我是他女儿。爷，哎呀，爸爸，你刚被骗了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讨回来哈。来啊来啊，大家来，赶快给我买辣椒，超辣辣椒，很辣。我想买辣椒。好啊，来。可是这辣椒比你辣吗？有，比我辣多了。自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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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真的真的。那你试试口，我看看。好啊。大口一点，自保自保自保。自保哥，你自保完了没啊？有比你辣吗？自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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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一根我看看，这一根我咧俩公啊！会辣吗？是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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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辣吗？真的很辣，真的很辣，真的很辣！啊！好，别别别，很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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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凭什么叫吃这么多辣椒？辣椒姐。是否真的吃到超辣的辣椒呢？彤彤队，请派代表作答。郑盈兄说，我们觉得是一号 ，Number One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额头有在冒汗。数量型检察官能否用慧眼明察秋毫，气不到吃到超辣辣椒的真凶归？彤彤队，请派代表作答。郑盈兄说，我们觉得是一号 ，Number One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额头有在冒汗。哎呦，哇，哎呦，观察仔细哦。到底是谁吃到超辣的辣椒呢？不要啦，喂，吃，拿大只的，一次咬一半，你是吞整根呐、啊？整根吞整根，吞整根，吞整根，好吃。哎，真的有不辣的辣椒哎，真的有不辣的辣椒哎。所以主评姐吃的是不辣的哦。来。这元昊要一半哦。他后劲很强的。后劲。哦天哪。哦，所以元昊的是辣的哦。哎，哇，元昊很会撑哎。林道远，他的后劲好强哦。对啊，很辣吧？不会啦，不会。不辣，但是我好怕紧张。哇！笑哎，喂，赵天心，赵海彤，是的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正确解答就是我们的二号姚元昊，知道超辣的辣椒，您猜对了吗？彤彤队猜的是一号林道远，所以猜错，恭喜元昊队得到一个正牌。第二题，请听清楚了，谁？没有在折纸飞机。好，哦，好，马上进入情境剧。主评姐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热血女教师，哎呦，非常厉害，她会英文。我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呢要来教大家丈夫的台语怎么讲呢？好，在教英文之前，我先教丈夫的台语怎么讲，叫昂塞。昂塞，那昂塞的英文要怎么说呢？叫做 husband。是 husband， husband 男妓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来分段解读，叫做哈哈哈子子子笨笨笨笨的的的，叫做哈是笨的，有没有好记？有。按照那个方法再来念一次，哈。老师他今天来到新兵小学，其实他真正要教的是折纸飞机。造飞机造飞机来到青草地，
滚下去，滚下去，我总会尽情。滚下去，滚下去，你坐飞机，弯着腰，弯着腰，飞机坐大起，飞上去，飞上去，飞到巴黎里。是的，主萍姐到底有没有在折纸飞机呢？紧接着下来，林道远是新兵小学一年级的学生，他打算趁老师来之前偷吃书包里放的便当。喂，各位同学，在干什么？老师，我是好学生，我没有在吃东西，我上课时间还不进教室，还在打球，跟我到训导处罚站。原来训导主任在骂的是别人，林道远松了一口气。原来是隔壁的坏哥哥不乖被骂，所以我又可以继续吃我的便当喽。我想打他。不要客气。林道远，上课给我再偷吃便当，我罚你半蹲。等一下，别折纸飞机，半蹲纸飞机，快走。造飞机，造飞机。有没有在折纸飞机呢？是的，姚元浩是个训练有素的训导主任，他最喜欢看的就是新兵日记，尤其是里面折棉被的桥段是他最热衷的。今天我们就掌声鼓励，让训导主任来示范如何折棉被。哇，坚持哦，坚持哦！哇，真的带棉被了。要把棉被折好，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选择到一条好的棉被，就是不能选择蚕丝被。喂，白痴啊！第二步骤，将棉被摊平。哎呦，煞有其事一样。摊平之后，我们开始前后对折。正常来讲，棉被越厚折得越漂亮。来，左右对折。哦，左右对折。有有。既然中间空隙一定要留出来。有。留空隙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有个样子出来了啊！诀窍来了，诀窍来了！再来，迅速对折！哎呦！哎呀！旁边！哦哦！是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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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姚元浩折了好的棉被，是否能够过关？统筹队，请举牌。答。嗯。姚元浩。你失败，是的，所以我们要处罚他交互蹲跳100下。啊，对不起，50下。啊 ，sorry， 10下。加油！主任，请回。其实，元浩还有一个从小到大引以为傲的才华，那就是折纸飞机。奇怪，前面不用那么长，直接折纸飞机就好了。这才是我的专业项目。哎呦！哎，丢高了啦！姚元浩有没有在折纸飞机呢？统统队，请派代表作答。道远，为什么？他手的动作感觉不像。哦，操作的不够细腻。元浩，到底有没有在折纸飞机呢？有啦，有吧？是不是？哎，你的飞机能飞吗？好烂的飞机啊！你觉得他有在折纸？有，教官有吧？因为我看他折得很认真。好，主萍姐到底有没有在折纸飞机呢？没有，没有。林道远有没有在折纸飞机？什么东
确的解答是我一号竹琴姐没有在折纸机。统统队猜的是二号林道远，所以猜错，恭喜元号队再得到一个胜利牌。紧接着第二回合攻守交换，谁吃到超呛的芥末泡芙？哎呦，两个！就骂！哎呦！看到的泡芙里面可能是包了草莓酱，或是巧克力酱、奶油酱，这里面完全满满的都是芥末酱哎！所以谁知道超呛的芥末泡芙 ？Oh my god！ 艾辰是罗密欧身边最忠心耿耿、无私无我、最了解主人的大主管，我能保护他的安全，所以有任何的危险我都不怕。我不怕不怕啦，不怕不怕啦，不怕不怕不怕啦，所有危险我不怕不怕啦，不怕不怕啦，不怕不怕不怕啦。是的，因为太帅，所以呢会有很多人喜欢送他礼物，但是我一定要亲身帮他检查。面临什么样的危机？两位廉政英雄能否帮艾辰讨回公道？会有很多人喜欢送他礼物，但是我一定要亲身帮他检查。你干嘛爆炸？天啊 ！Oh my god！ 不可怕，不要 hold 住，不可怕，不可怕，不怕不怕，我不怕不怕啦。这条蛇不重要，这个就是我的主人好朋友要送他吃的，我都要帮他以身试毒。试试看啊，有可能是告别作。是吗？是的，来爱神吃的超呛的泡芙呢。紧接着罗密欧，罗密欧今天准备要去找他的情人朱丽叶。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紧张，我要去找我的爱人朱丽叶。我送什么东西好呢？我想一下。不要担心，主人，你可以写情书给他，或者是送礼物给他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哦，真的吗？贝多芬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随后你今天就像贝多芬，保护你这么多年，你把我当成贝多芬。对，就是这颗月饼。是月饼啊？对，这不是普通的月饼。这不是普通的月饼，里面有一张我精心策划的纸条，你看。哦，写的是什么东西？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我的有意思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八月十五杀鞑子。打得我都累了，我还有点子，什么点子？快说，贝多芬，这个是我今天准备的呛辣泡芙，呛辣泡芙很好吃，你吃一个看看，我吃一个看看。这山东人，我喜欢这个芥末，主人好不好吃？主人，好好吃。吃的泡芙，把这个纸条塞进去。不要再塞纸条，待会儿我再自己，我再塞一张，你不要塞这个鞑子纸条。哦！现在跟我去找朱丽叶。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。朱丽叶，你是你，多年喜欢。I miss you so much。哦，我叫朱丽叶。我嘛叫朱丽叶。我想你，所以我来。有人来啊！你是咩？你就是歹人！你紧走，你紧走！等一下，我歪走，我就想你。你还跟我走歪走？你还跟我走歪走？ I love you。你别以为我今天只要不让你走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管你。
手做的泡芙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你一定要吃，明天晚上我来找你，记住，你一定要吃。真心啊，真心，拜拜。是的，接到泡芙的朱丽叶开心的坐在房间里面开始品尝了起来，她吃到了一个纸盘，八月十五沙达子。是的，朱丽叶到底有没有吃到超呛辣的泡芙呢？元浩队是谁吃到了超呛辣的泡芙？请派代表作答。我确定是二号。演戏真的太差了，太差，艾辰完全就是没吃到的感觉。对，我们的效果做多足啊。是，然后三号我觉得演得不好，二号演得最像。大总管，你觉得他没有吃到？贝多芬，他是贝多芬啊，总管啊，贝多芬总管啊，贝总管，贝总管。嗯，哎呀，碎，好样的，漂亮。好了，最后一个彤彤的来，开心的雷尼，一整个吃下去。正确的解答，知道超强的泡芙是我们二号李正颖，元浩队他们猜的就是二号。答对，再得到一个胜利牌。是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演技大考验的代价就是我们的元浩队，掌声鼓励鼓励。马上，我们来吃看看今天好吃的奖励是什么了。恭喜我们的元浩队！今天你们被玩疯，人家讲到蛋糕就是要庆祝一下嘛。那庆祝什么？我们庆祝一下你们新兵日记杀青，我们廉政英雄接上。难道有歌唱？有，一样，生日快乐，改变一下，改变。好，一二三，新兵日记杀青，廉政英雄上映，廉政英雄一路冲到收拾十七。十七呀！马上就来试试一下这个蛋糕，哇！哎呦！吃一口蛋糕代表呢，新兵日记已经杀青了。那我要再吃第二口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你们一路长虹。谢谢，太棒太棒太棒！哦，元浩队。哇塞！哇，好卖！哇哦，好绵密的口感，它的奶油包覆的那个蛋糕，让整个蛋糕增色不少，而且它的不甜，真的不甜，这个香气真的十足哎，芒果香味跟奶油香味。哇，真香！哎呦，这哎，太开心了！哇 ，Oh my god， 酸酸甜甜，真清爽哦！哎呦，林大远，林大远，来，哇，你看他就是这样吃啊，用扫进去的，对，先开个胃哈。水果本身其实非常的甜，然后再加上它外面这个杏仁片，哎呦，其实非常的对味。今天恭喜我们的元浩队表现很棒。新兵日记呢，因为已经下档了，对不对？廉政英雄也要上档，但是这几位都非常的辛苦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支持，好不好？明日有很多好的戏需要你们的支持，好不好？每晚七点半呢，要锁定新兵进行曲，也记得礼拜五晚上10点要收看廉政英雄。